邮的这些虾，我再给你匀两虾。哎呀，这是蟹道，蟹道米。他这次给我发的是蟹道。哎呀，这是钓刀卖大米，这大米也非常好吃，让我拿回去给展示一下子。要不然我家以前还没有呢，光有那个。那主要那时候我也没有，现在我有了，我就可以匀给你点。他也没有，就是您刚给邮来的，买回家吃品尝品尝。走吧，咱也回家。中午才得做点饭了。拜拜拜拜啊，拜拜，舅舅妈，拜拜。这咋这的？他又拿这么多。活活来都得让人有收获，空手啊，装个啥？高煤压的，装芦荟渣子啥的呢？没有芦荟渣，俺家没芦荟渣子，俺家就有煤。那压车，到时候我就没事。这回换个水泥胎了。啊，不换不行，你看这白扯，上夜了。这花了200块钱，这花200块钱整成这样。啊。谁买也可累，你不换雪地胎根本就不行。不行，行了，卖完了这大米回家正好，你也能多卖些，我也能多卖。嗯呐，行，就是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吃过咱家米的好朋友都知道，稻花香，味道嘎嘎的。得分谁蒸，我老爹蒸更好吃。咱家蒸一次，这家伙两顿就没了，蒸那一小锅。俺这是新米，你就稍微就得用手这么上呼了呼了就行。最好吃，我们卖了3年，我们把好东西才介绍给小刀他舅。那我就是刚干电商，你肯定得给整点好东西。嗯，这米稍微就这样用手这么呼了呼了就行。它不吃水，得少放水啊。太多了。不多，这些水。多。不多，赌一个，咱俩赌吧，赌啥的？你一条星星，就这些水。你都过这儿了，哎、正常在这儿就行。啊、哎，就在这儿。你听我的，啊、你再刷出去点水。我不用听你的，我不听你的。你到时候你看你蒸出来，你看。哎，咱俩赌一条星星。行，我这下午直播你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切。我蒸米，兄弟。你让我妈看，妈，你看我爸这水放的多不多？我就说他水质放的多。不多，行，不多吗？不多，可以。我天天都这样事儿，我还是。咱俩打赌啊，赌一个、嗯，我就觉得你一条星星啊，咱就一星星 啊，对，看啊，我蒸出来要是不好，对对，叔叔买星星，你叔叔买啥？借两，借一个礼拜。行，你又输了，又输了。一看米饭就想起小刀，争气。咋样？嗯，水多少？不多吗？不多、啊。这叫多吗？你输了，你就说输了嘛，你不要那么多客观理由。也就跟你爸打赌，你要跟人打一次输一次，输了的话多吃点。啊。那咬刺老牙似的，嘎吱嘎吱。你看刺老牙咧个嘴了。姑娘气，以后把嘴堵上吧，别打赌了。来，这那饭不用加别的，你这么吃挺好吃。我头段时间就想吃包饭来着。嗯。其实加点葱花啊啥的更好吃。嗯，那有葱。吃完嘴里有味儿。哇、啊，这也多省事哈、啊。嗯，太吓人了，你看闻着有股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，看吧。不上饭桌吃啊？走，我这碗米饭能吃吗？它就是香。嗯。